开始骑油，那骑油以后，它车子有一些库存，就有碰到内侧，那碰到内侧以后，又到跑到外侧，碰到外侧的库存，总共有24年，那一年实际一年打油，总共有26年。那因为骑油模式很大，那承受过程中，那26年我几乎停了。见到我的那种回报，那那个游览车车辆是2010年的，那他们回报是大部分的从第五排那个是第五排到后面，那货车门那边有集中箱，估计是。